同时你一直是我当你听我尽说此观世音应为然世尊愿要于万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父经有五衰相现或有多余恶道之者若是天然若男若女当现象是我见地藏菩萨形象，我闻地藏菩萨名义战义力，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宝和光见闻菩萨以诸香华，以佛音是宝贝，以多布施供养，娑婆功德福利无量无边，福慈观世音多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黎民众是得闻地藏菩萨名义生利耳根，这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故何况黎民众是佛母眷属，将是民众人舍在财物宝贝一时说话地藏形象，我是病人为众之师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舍在宝贝和为妻之身，说话地藏菩萨形象，世人若是业报和受众病者，曾是功德寻迹处于寿命增益，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和多恶趣，则成是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寿生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不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能或如不是我3岁、5岁、10岁以下，往事父母乃至往事兄弟姐妹，使人年纪长大时，与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成何世界，成何天中，使人若能从阿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以战以地，今日至昔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站立供养，使人眷属，家因也不多而去，这即当结束，生死难离，兄弟姐妹说话，地藏形象，站立功德，寻迹解脱，生人天中，受生妙乐，使人眷属，如有福利，一生人天受生妙乐，这即成是功德转增身，应受无量乐，世人更得37日中一息站立，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别，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身见，我于梦中菩萨现大身力，请令世人于诸世间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见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归身，众生为护现世一时风雨，无诸疾苦乃至恨时，不如其门何况其身，世人毕竟得菩萨摩尼受其佛子观世音菩萨罗威，乃是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光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处离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是心归依或以香华以者宝贝，
定是供养真理，是善男女等所愿俗成，永无障碍。故此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是难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心相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福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悉得菩萨摩顶受持，如此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正中发布是一心与读与诵，终于名师教师领受宣德宣王东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所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圣经典我读诵。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于本心恭敬成拜，跟以香花一指引，是一切万具供养菩萨已经随一尊，今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敬佛，为首相难领入口，是之心真中覆水即彼生无心求柔心，因往欲及诸上爱，以其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是人出手观定水其人梦觉，即或聪明因是经典一理而根基，当用其根不忘事，于其一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一时不足求则快愿，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财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恨事，多来无生，睡梦之间多有进步。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相，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梦一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不思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私，或因身世，或因己世，如山林中国度河海，乃至大水或金仙，都是人现当年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归身为护，请诸佛我拥抱安乐。乃至风雨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生，至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是百千劫中所不能及，是故观世音若以神力六波世经连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尔时世尊而说其言，无观地藏为神力，恒河沙劫所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女一人天无量世，若男若女若龙身，宝经应当多恶道，自心皈依大师身，说明转成处罪中，少时父母恩爱者为之浑身在何去，兄弟姐妹记住今生长以来，皆不是我所获。佛化大师身，悲涅槃毗婆禅舍三七日中年，其名菩萨当现无边地，是其眷属所生，皆众多恶趣
群处理若能不退是出心即活魔定受身即欲求无上菩提者乃至处理三界苦世人即发大悲心现当站立大师向一切诸缘所成就永无业障能者只有人发心念经典语多去弥朝彼岸随地是言不思于全都全王多非是世人有业障或故于大神经不能及供养地藏一向我一步因是走万句已经随安大师前一日一夜求不知法因中心生无心求肉邪因其亡于三七日内无伤只心思念大师名及于梦中见无边卷来变得离根而因是尽教离而闻千万生中永不忘一是大师不思议能是世人或智慧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在胸衰眷属离睡梦之中岂不安求者怪为无沉醉之心站立地藏向一切而世界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逸是丰饶神贵我于若山林及渡海渡岸群兽及二人何生何贵平何风一切诸难诸苦恼担当站立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师相若是山林大海中因是诸恶皆消灭观音此心听我说地藏无尽不思一百千万劫所不作广宣大师如是理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站立者香花一佛一师佛供养百千寿庙了若能以此为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如当知不高恒沙诸佛陀诸类人天平地十三二十世尊具金色眉幽默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真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之不思议十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即我今日在道立天中一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他为之中在一人天诸众生的为出三界在火在中则不出一路无令是诸众生多而去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无无间即阿鼻地狱东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其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之心无定喜而者多众发善行虚以其退若一恶缘念念增长一时之故无分是心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地藏无尽因尽一天人中不出一入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其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种种烧善根以貌以尘以沙以地如以道理用护世人皆修无上无灵对是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岁月报应落在何去令多去中我之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声经典是诸众生若一身你方便就把于世人所见无边身为所地狱千灵圣殿受生妙乐二十世尊而说其言现在未来天人中无尽殷勤付诸如意
以大神通方便多灵多在诸恶趣，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护归合掌拜佛言：世尊为愿，世尊不以为虑，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所是于是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拜佛言：世尊，我自知道理，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身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来自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即地藏菩萨名字或站立形象，得其中福利，为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别而说之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若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华印时，以佛珍宝布施供养赞叹赞礼的二十八种礼仪，以这天龙护念，而这三过日增三则即身上一世，这菩提不退，我这一世奉作六则记忆，不灵气这里水火灾把这五道罪恶，就这人间清净，是这神鬼主持，是以这女转男身，是而这未忘尘女，是善真断真相好，是是者多神天上，是五者火为帝王，是六者素之命同，是七者有求皆从，是八者眷属欢乐，是九者诸恨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去除尽空，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前往离苦，二十四者速不受身，二十五者诸神赞叹，二十六者聪明力根，二十七者饶此迷信，二十八者毕竟成佛，不思虚空藏如下：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立地藏心，或闻地藏本愿是很赞叹赞礼得其中利益，以这速超生地，而这人也消灭三者诸佛护灵，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毕竟成佛，二十四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曾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堂为曾有世事道理，天月无量相化天地诸因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一切众会具佛真理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卷下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地地摩和切地真地切地萨婆和尼波尼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和切地真地切地萨婆和尼波尼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和切地真地切地萨婆和尼波和那婆和多拉耶耶揭拉揭拉揭出揭出摩拉摩拉呼拉呼呵苏达罗呼摩罗萨婆呼那摩呼那达那多拉耶耶揭拉揭拉揭出揭出摩拉摩拉呼拉呼呵呵苏达罗呼摩罗萨婆那摩呼那达那多拉耶耶揭拉揭拉揭出揭出摩拉摩拉呼拉呼呵呵苏达罗呼摩罗。
在一片碧蓝天空下，舒爽的春风掠过绿油油的大地，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唤醒无垠的盎然生机。穿越过层层林木后，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在这占地约6分6的净土上，养育着许多的无命，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绿池边，有的在池旁梳理羽翼或互相嬉戏，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更激发其活动力。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此区除了有成犬外，还有不足6个月的幼犬，以及出生不到3周嗷嗷待哺的狗仔们。猪舍里贪吃的猪只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乐乎。
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天地有爱，人间有情。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并维持园区的运作，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子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生园，动物们的桃花源。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佛教讲的是大悲心，就是无有分别。耶稣基督，他主动的要来承受所有人类身上的罪业，而背着十字架。那这个精神太伟大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佛教的空性，但是这个精神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甚至各地方看到很多伟大的传教士，那为了传播这个爱，上帝的爱，世间的爱，那上帝的爱讲的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这四无量心也是我们佛教修空性的前行。如果你没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你就不会发起愿为众生而成佛的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是以这个悲心做根本。那当然佛教讲的是大悲心，那这个大悲心讲的就是无有分别。明天是六斋日，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阿弥陀佛。